还不开始嘞，现在开始了，开始看一下操作。因为痛相对来说焊接比较慢，负载轻焊接慢。这是一个临痛焊条，临痛焊条。那你待会儿不是要放中间吗？对。这现在还没红嘞，啊，还没红。有啊，你慢点。这还有慢嘞。这也看不出来它融了。融了，看见吗？啊、嗯。看啊，这能发现它融了，发现吗？看啊。这视频中不太行。看见吧。嗯，我。OK， 咱就这样试一下。